赵月在发这个饼，大王发饼，风吹饼。我们刚刚以为这个饼是赵月那个什么家乡的饼，结果赵月告诉我这是潮汕特产。我的妈呀！大哥在拍赵月。大哥，这位好帅。我们欣赏赵月，哦哟，帅哥，不开口真的是，对，不能开口，开口攻他不要从这个状态下松懈下来，他一松懈，我要去给他买那个童话故事里面的小红鞋，让他一辈子这样跳舞，让他一辈子就是用这种状态跳舞。叉叉，那是鬼故事。宋冬在拍赵月。一个个拿个手机，好了吗？好了，我们就下去了。那就这样子，就是你们平时是在那个这个吗？就是一个赵月最帅，中间的人不算，外面的人就不算了。真的，好吧，然后你们拿着这个玩意儿了。没有没有，刚拍，没有，我在拍呢。很幼稚吗？蚕蛹，蚕蛹，全塞进去。太浪费了。你看颜色，刚拆的。好逼啊！我现在手是废的。赵月的这个一大团都不知道是想干什么，压死。下雪了，哎呀，没打住，小哥哥，往我身上擦。顾总说让我帮我扫雪，赵月在搞破坏，好冷啊，我的手。